就是说，宜兰县要发展观光，我们对外交通要解决。好，高铁如果能够完成，我们国道的话就不会塞车。啊，但是我们县内要做配合措施，县内的大众运输系统、对外的运输系统都要全部完善。哦，所以这个都需要哈。今天难得大家来，待会要听大家意见。哦，最后一点还是要感谢我们局长有来哈。局长，我当面拜托他哈，我们秋冬旅游。8000万，最后那笔8000万是他亲口答应我的。感恩发点花点啊，这都没有补助了哈。宜兰县申请的最多了哈，那钱我最多了。但这里，那就是讲我是县官，我不是大官呐，就是安尼哈。我们能够比申请补助最多啊，这个真的要感谢交通部哈。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哈，我们就没办法一一跟大家报告哈。那今天难得来哈，那我想就请市长哈，待会。多多听听我们的意见，然后我们中午有准备便当，哦，来给开讲一下，哦，拿上一个提出来，哦，啊，这样给大家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